一城有道学堂，从入门到职业，快速系统学中医。今天讲的是颈椎病的第二种颈椎病，就是我们常见的神经根型颈椎病，也是根型颈椎病。这种颈椎病的病因呢，它就是一个是退行性病变，再一个是长期的受累劳损所造成。第二个病因呢，那就是它这个增生，它这个增生小关节增生、椎间孔狭窄造成的椎体沟椎关节增生、黄韧带肥厚造成的骨质增生，而椎间孔狭窄之后挤压了神经根。挤压神经根，致使颈椎僵直，而神经它的椎间盘突出、相关破裂突出，压住神经根，造成臂纵的远端放射，造成臂纵神经疼痛、麻木等症状。下面我们做病症辨证诊断，大家看辨证诊断，患侧我们拿这个左边比例，在患侧椎动脉，它这个肌肉僵硬，大家看这边肌肉僵硬，肩胛提肌和夹肌僵硬，颈后筋肉也是僵硬的。我们在 S 片检查时，我们可以看在患者的第五椎、第六椎、第五椎和第六椎中间，第六颈椎和第七颈椎中间，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之间有压痛点。那 S 片反映五椎、六椎、右椎、七椎和胸椎中间有间盘突出，而且在它这个突出的椎中间，病灶椎中间有压痛感，我们在点的时候有压痛感，有时候在点的时候甚至放射到手臂，放射到肩部，放射到手臂，这是我们说这个。第二个是吧，我们它放射可带动的它的后背、斜方肌，还有后肩胛、冈上肌，这地儿都有放射性疼痛，我们再让它头在转头的时候，它是很费力的。它因为它这儿突出费力，要疼，痛点要疼，而转到带力的时候要串疼到手臂，是吧？是啊，我们在这转的时候，它也分僵硬伤，扭转不灵活。这是我们诊断出它是根性颈椎病的诊断。我们在压重点的时候，我们在使压重点的时候，它要疼的疼痛带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条颈椎，甚至带到上后脑底部，往上上到后脑底部疼痛。我们在使劲压的时候，它是既往上放射也往下放射，放射呢，一个是放射我们脑神经，一个放射到我们尺神经，一个放射我们的正中神经，它在不同的压痛点向不同的手臂的臂纵的远端放射。我们的治疗，那我们开始治疗，我们要首先用配穴点揉法疏通经络。大家看，我们也是先揉风池穴，
点揉风池，让放松，让患者放松，仰头，尽量仰头，仰点头，放松啊，不要低头，低头发僵，放松，放松颈部的后头和双侧的肌肉。好，我们用，大家看，我们用点揉法揉风池穴，但是以左侧为主啊，风池穴。数次，数下，啊，我们再点揉天柱穴，在风池的下边，在风府的盘开五分，在这儿，天柱穴，大家看，天柱穴。好，心射穴在第四颈椎的旁开五分。肩颈穴，第七颈椎的最高点跟肩部的最高点中间找点啊，肩颈穴，放松，点揉数次。好，点揉肩中枢，在第七颈椎下，第一胸椎上，旁开二寸，咱们点揉肩中枢。数次打通经络，我们再点肩外枢，到胸椎下，第一胸椎下旁开三寸，肩外枢以左侧伤患侧为准，数次。好，我们将颈椎的叫头部和颈椎，我们在给做旋转法，我们要松开它，打开经络之后，我要松它这个颈椎的啊，松一下颈椎，颈椎间的紧张，大家看。放松，
旋转，完了我用提转扳法调整气鼓，大家注意看，这大家注意不要和他这个嗓子找着压痛点，大家看，走，大家看，调整气鼓有小声者则更佳。调整完之后，我们把他的肩部，把他这点，我们再继续放松一下，啊，放松一下，大家看，我们减弱啊，放松，冈上肌和肩胛提肌。好，我们找着它的压痛点，相应的压痛点，我们看，我们在压痛点之后，我们要点压，大家点压可以点压半分钟左右。不在五六的颈椎，我们这儿点压啊，找它压痛点，六颈，找点这个点一定要在五六、六七、七八胸椎的椎间孔部位。然后我们治疗臂纵神经，压迫神经的相应的。臂纵神经的放射性的它的麻木感和疼感，串手指，我们去看，现在我们看手，桡神经压迫桡神经串的这个两大指和食指手麻，尺神经大家看我串过来的是小指和无名指手麻，我正中神经串下来的，后头串下来的，那我导致的中间这个手或这个三个手指头手麻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我们做，现在我们桡神经麻痹，我们使相应的穴位，大家看，云门，找先点云门穴，大家看啊，这个锁骨下端一颗这云门穴。我们要点揉云门穴，点揉中府，在云门下一寸，中府点揉中府，臂揉在我们三角肌这个三指下的这个点往前一寸啊，臂揉我们点揉臂揉穴，数分钟。来看曲池穴，点揉。数分钟，手三里，屈指下二寸，手三里，按揉，
完了，给点合谷穴，大家看，合谷。点揉鱼际，鱼际，大家看，在这儿，这个大拇根节的中间，啊，点鱼际，鱼际穴。然后用拨筋法，来看，劳神经。拨筋法，这手攥着他的手腕，大手、大手指，一手一手的往下拨。拨至竖线，好，这是脑神经的麻痹治疗。下面我们做尺神经的麻痹治疗。根性颈椎病它传导的尺神经的痹痛麻木的治疗，首先我们要找它一个极泉穴，在后边，在这儿啊，极泉穴，要是在里边，我们这么也可以做，啊，我们这么也可以点揉，在这儿啊，点揉它麻杆，踹小指麻杆，极泉穴，清灵，啊，在里边这条线，清灵穴。点揉竖线，小海在里头，跟七尺对方的对侧的小海穴，然后通里啊，点通里穴。数次不等，神门穴啊，在这关斗骨，在这个斗骨这下边这儿，神门穴啊，点揉。少府穴，把它攥拳，稍微攥拳，睁开，在这点少府啊，点揉。翻过来，中堵，这点。然后也是用拨筋法，我们攥着它的腕部，用手从里头拨这个里头尺神经，尺神经麻痹嘛，往前拨，一手一手的，四指啊往上拨，一手一手的拨，拨里筋，拨尺神经的筋，一手一手的拨。我这竖线，
我们下面做正中神经受压麻木的治疗方法。大家看，正中神经麻痹，那我们点按肩颈穴的下边一寸丙风穴，大家看，这样能看得清楚，丙风。竖下，如梳，再一个肩胛骨上岗下缘这点一个坑，大家看下来顶不上去了，这儿啊，如梳点揉，点揉竖线，再点揉肩针，在我们腋窝的后腋窝方的上一寸，这肩针啊，大家在这儿，我们这儿点揉肩针穴，数次，好，完了，我们点揉天宗，在肩胛骨的中心，我这个两点之后，我打过一三角，正在这点啊，点揉，大家看，天宗，竖下，大家看，这点是天井穴上方清冷渊啊，点入清冷渊，点揉竖下，好，点揉天井穴，竖下，然后我们点揉支沟穴，小臂支沟穴，养老，大家看，养老穴，大家看啊，点腕骨。完了，我们用拨筋法拨它的后边的这条筋，看啊，大家看，拿拨，攥着手腕，我们牵拉，大家看，拿拨，正中神经。好，然后我们放下，我们转过身来，
这个手双臂垂直往下垂放松，我们这手大家看同时往下走，好，我们转过身来，大家看，一手一手的放松，记得放松他的筋肉，疏通血脉，好，完了，我们在最后我们再放松他的颈部跟斜方肌的肌肉，我们再放松一下，用拿法放松，完了拍打结束治疗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是再回去注意保养，切忌风寒，注意保暖，减少这肩背的用力，保证睡姿，可每日一次和隔日一次治疗。更多课程微信搜索一成有道学堂。